了的婆呀，丽娜，你得睡我个尿车上了。哎，半夜吵醒，我就连夜开车离开景洪市。各位，咋了呀？丁家外面好吵呀！看看，哎呀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来了个车，还是准备走呀？这车发动呢，挨得近呢。昨天晚上窗户开着呢，这说话听得一清二楚的。哎呀，各位，看来是睡不成了，因为一醒来被外头吵的，然后关键是现在有点热，在半拉这地方，在景洪市内找停车的地方啊不太好找。然后呢，昨天晚上跟着我玩走了有30公里路，就离景洪有30里路的这仨县城。然后昨天晚上就是在这边找了个停车地，哎，这儿早晚温差大得很。晚上的话，我把那个窗户都打开，然后那就感觉到凉凉的。然后白天的话，就是会越来越热，因为这边冬天啊，白天能有20多度。然后车里的话，如果捂的话，就这边太阳也特别毒，一晒的话暴晒就会闷。哎呀，给各位看一下我的身呀，你看这会儿是早上10点多，哎呦，外头的这阳光，哎呀，充电美得很，达到了101W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哦，在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要在景洪市区停车，就是房车确实不是很好停，然后又想接水接电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去找一些营地啊，或者一些农家乐那些地方。当然那些地方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要离市区很远，就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，虽然说是接不了电，但这个地方呢停了不少的房车，因为是免费的停车场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住持的地方，看这是一个景区门口，这个地方是卫生间，但是晚上这是好像是关门的。这停车场的车现在已经停满了，真的是，如果大家想来这个地方玩的话，一定要趁早。下去转了一圈啊，我的天哪，看这太阳多毒，把我热的呀，我现在穿个短袖，我现在把外套那个防晒衣都脱了，我穿短袖都觉得热，我的现在脸已经热红了。我的婆呀，丽娜，你得睡我个尿车上了。哎，丽娜，丽娜，哎，感觉他又干坏事了，你看他匍匐着。在我洗漱完毕准备换住车地儿的时候，车里又传来一股难闻的味道，我可忍不了了。委屈巴巴的干啥呢？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？是不是又干坏事了？臭得很，你知道吗？一天给你这洗多少回，就光这个毯子出来都给你洗了10几次了，那边还有尿布子啊。刚带你出去溜了，溜完了上来给你带上，你又给我脱下来，你本事见长了是不是？看我是不是本事见长了？我是无辜的啊。哎呀，你这尿太臭了。哎呦，这是芒果吗？好吧，我错怪铃铛了。这不是钟汉。哎呦我的妈，它真香。咱先把口罩子戴好。哎，真的这个味儿实在是太难了。哎呦，不说了，舍弄就弄。先把这盖上，这么打开。哎呀，把那降电器拿出来。上一点了，我得了。而那天气太热，外加我忘记给马桶加降解剂，马桶里的污秽发酵了，那味道别提多美丽了。加上降解剂后冲水，怎么马桶还报警呢？好像黑水箱满了吧。
得找个地方赶紧处理马桶。哎，你刚才已经放了一些降解剂进去，让它给它降解一会儿。哎，话不多说了，这地方确实太热了，我还是找个阴凉处避个凉吧，先走。下次可别啥死盆子都给我脑袋上扣。我的帕多号呢，它是用的抽盒式马桶，相比我之前的大白丸子的直排式马桶又好太多了。现在等它降解了一会儿，我找了个阴凉处，现在就给它倒掉。哎，我下来它有蜘蛛。哎呀，这热带的虫子就是多。跑进去了，跑进去了。妈耶，吓死人了。哎呀，这个拉出来也非常方便，底下有个黄色的扣子，然后给它这样的顺手抬起来，看手指都抬起来，然后这个往后一抽，慢了，有点重。房车目前有三种马桶，一种是便携式的，倒马桶很不方便，还有一种是直排式的，虽然是自动排污，但是开着车四处寻找能排污的地方很难，也很不文明，最好就是这种抽合式马桶了。大家觉得房车要厕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？到厕